主料，菜花350克，腊肉50克，辅料，干辣椒3克，葱5克，姜3克，每滴清5毫升，水20毫升，盐3克，花生油20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腊肉洗净切片，捉水盛出备用，菜花洗净掰成小块，入水中捉水盛出备用，热锅下油，放入少许葱姜上锅，再放入腊肉翻炒至出油，再放入干辣椒和菜花翻炒30秒，再加水，剩下的葱姜每集先翻炒30秒关火。盛盘烹饪技巧：一、肉炒之前一定要清洗干净；二、菜花熟得慢，所以先提前捉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